好吧，请推派一位同学出来接受访问。是女生了是不是？刚才你也说不要接受访问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很叛逆，我们要访问十分钟，来前面。好啦，我想要知道你们那个热舞社成立有多久的时间吗？20年，所以等于怎么说？不是啊，你接受访问，你一直看他们要回答什么，不如他们来回答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中央大学热舞社社长。掌声呼。帽子。帽子是这个帽子吗？对对对。是，掌声鼓励给我们的中央大学的热舞社的社长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送给大家怎么样曲风的舞风的舞蹈？我们今天跳的是 Lucky 的。那个充满活力，让人逗趣俏皮的，逗趣俏皮吗？对，让人欢乐，带给大家欢乐。天气有点冷，对，有点冷，所以你们要带给大家欢乐跟热情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啦，所以这个舞准备了多久的时间？大概三个礼拜。三个礼拜。那我们这活动不是一演再演吗？所以演的时间就是从就是第一次预定的时间往前推算三个礼拜这样。哦，真的？所以你们准备了三个礼拜之后就没有练习了？哦，有，因为真的比较忙。对，早死啊啊！讲话要小心，对，好不好？跟评审老师说一下话哦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啊，在这边先代表我们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跟大家，因为比赛的延期呢，说声抱歉。好的，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中央大学热舞社同学，送给大家精彩的表演。